农村有的那个场景，我都希望让它再现，让大家能够看得到。所以好欣慰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客人来到，就好像来到他们自己的家一样。我用的食物都是在地的季节蔬菜，然后新鲜零距离。其实在这个山林里面，你听到音乐声都会觉得非常的宁静，而且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。像农场，我会把它当成像是我们自己的花园一样，我们也是在享受啊。